Hi everyone, how are you? I'm Sandy Lee.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商务英文。我是李欣欣老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十六个讲次 ，Chapter 16. Chapter 16, Letters for Celebration and Congratulation. 好，在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课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课的学习目标。Learning objectives. 1.Learn how to celebrate and congratulate co-workers and business partners. 2. Learn useful expressions for celebrating and congratulating.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学习目标呢，有两个。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样这个celebrate 是庆贺、庆祝。那么 congratulate 呢，是恭贺、道贺。那我们要怎么样庆祝或者是呢道贺我们的这个 co-workers, 就是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的商业伙伴。那么再来我们就是会学一些有用的一些好用的表达方式 useful expressions, 来做这个道贺还有这个恭贺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还有撰写这样子的书信。好，当我们在职场当中，在生活当中，总是都会一些好事发生。那么，当我们的同事或者是这个一起合作的一些伙伴们，他们有这个喜事或是好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给他们一些祝福，还有恭贺。那么这样的话，可以维系彼此之间的工作关系、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看一下这样的书信呢，应该要怎么样来撰写。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本课的重点单字。先看第一个单字 ，congratulation， congratulation， 名词，祝贺、庆贺。我们看例句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happy marriage。好，那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祝贺你呢，这个喜结良缘 ，happy marriage。marriage 这边指的是婚姻啊，就是呢，这个获得良缘 ，happy marriage 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下面另外一个用法 ，congratulate， 它是 congratulation 的动词，祝贺、恭喜。那么例句是 ，I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great discovery。好，那么我祝贺你的伟大的发现。我们针对什么事情呢？来祝贺介系词，我们会用 on。great discovery， discovery 是发现啊，很棒的、很伟大的发现。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字 ，promotion。Promotion, P-R-O-M-O-T-I-O-N, 名词提升、晋级。我们看例句 ，Promotion in the job was by seniority。好，那么这句话意思是说呢，这边的工作啊是按照呢这个资历呢来晋升的。这个 promotion 就是晋升，或者是呢我们讲这个升官。那么 seniority 呢？这里呢指的是资历，那么或是资深的意思。好，就是呢，你越资深呢，就越可以呢得到这个晋升的这样子的机会。好，我们看另外的用法 ，promotion 的这个动词呢就是 promote，P-R-O-M-O-T-E 动词晋升。那么例句是 ，He certainly ought to be promoted。好，那么这个 ought to be 呢 ？ought to 这里是应该这样的意思。那么这边我们用被动态 be promoted， 就是意思呢应该要被晋升啊，他应该要被提拔。好，我们看下面一个 regional，regional，R-E-G-I-O-N-A-L 形容词，地区的、局部的。Most regional committees meet 4 times a year. 好，这举了例句话，例句的意思是说，大部分 most 是大部分的这个地区的委员会 committees 是委员会，那他们呢每一年开会呢开4次 ，4 times a year.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字 ，advancement， A-D-V-A-N-C-E-M-E-N-T 名词，晋升或是发迹。例句是。His advancement to major came 2 years ago. 好，那么他2年前呢被晋升为少校。Major 这边指的是军阶里面的少校。好，我们往下看 ，devote，devote，D-E-V-O-T-E。那么介系词呢，我们常常用 to。
动词将什么奉献给什么、就是很致力于什么样子的东西。那我们来看例句的用法。He was still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chemistry. Chemistry 是化学，那 still 呢是仍然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说，他仍然很专心致力于化学的研究。我们看下面一个字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名词，周年纪念，周年纪念日。好，我们来看例句的用法。Next Monday i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day I first met you. 好，下个礼拜一呢，是我第一次遇到你的这个周年纪念日。所以我们百货公司的这个周年庆呢，也是用这个字 anniversary。好，我们往下看 prosperity, prosperity, P-R-O-S-P-R-I-T-Y, 名词，兴旺、繁荣、昌盛、成功。好，我们来看例句的用法。The new agreement raised the hopes for conditions of prosperity and harmony. 好 ，harmony 呢是和谐和平啊。那这里呢 ，prosperity 呢就是这个繁荣。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例句的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新的协议 agreement， 新的协议啊，它就唤起了人们呢对繁荣还有和谐这样子的前景的一个期望。好，我们来往下看下面一个单词 ，assure， assure， a s s u r e， 动词，使确信，使放心。We assured our client of an enjoyable holiday。好，我们呢，这个使游客啊，确信呢，他们呢可以享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 ，enjoyable holiday， 很愉快的假期。Client 就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人。那这里指的呢，就是游客了。好，我们来往下看 ，plenty， plenty， p l e n t y， 名词，丰富、充足、大量。好，我们看这个例句是 ，He has plenty of humorous stories to tell. Humorous 是很幽默的、有趣的。那这里呢，他是说他有很多很幽默的故事呢可以讲。好，那我们来往下看下面一个单词是 promise，promise，P-R-O-M-I-S-E， 动词，允诺、答应。I can't give you the book.I've promised it to Susan. 好，我不能够呢把这本书给你，因为呢我已经答应啊给这个 Susan 了。Promise 就是答应的意思。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单词 ，expansion， expansion， e x p a n s i o n， 名词，扩展、扩张、膨胀。好，我们看例句的用法是 ，The new factory is large.To allow room for expansion, factory 就是工厂啊。这个新的工厂呢 ，is large 是很大的。那呢，它可以呢让这个扩张呢是有空间的，就是呢 allow 是允许是做什么事情。那 room 呢这边指的就是空间，有地方呢可以扩展。好，那我们来看下面最后一个单词的用法 ，leadership, leadership, l e d e r s h i p 名词，领导。领导者的地位。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The vice president took ov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untry. Vice president 就是副总统。那么 took over 它是 take over 的过去式，是这个掌管了或是接掌这样子的意思。好，那么这边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副总统呢，他接掌了国家的领导权 ，leadership of the country， 国家的领导权。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句。那么 leadership 它呢也可以作为是领导才能、统御力的意思。所以这边这句子是说 she lacks leadership， 她缺乏领导的才能。好，以上就是本课的单字，让同学找个时间好好把它们读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会再进入我们的课文内容。
们今天要看的呢是撰写这个喜庆道贺信。那么虽然很多人呢觉得写这个喜庆道贺信呢有点像是锦上添花，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很乐于和其他人分享我们的喜悦的。当我们的同事或者是商业伙伴他们获得成就或者是有好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沾光。那么在对方感到喜悦的时刻，送上我们诚挚的祝福，那么分享他们的喜悦，其实是维系商业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什么样的时机，我们应该要寄送这样子的一个道贺信函。那么第一个时机很重要的就是 promotion， promotion 就是当我们的同事或者是工作商业的伙伴他们获得升迁啊，或者是一个晋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给他们祝福还有恭贺。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accomplishment 就是说他们比如说完成了一项很艰巨的任务，那么这个在工作上来讲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寄送这个道贺信给他们，给予他们鼓励，那么呢也给他们肯定。好，那么再来呢是这个Marriage and birth， 这个听起来是比较私人生活相关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同事或者是伙伴结婚了，那或者是这个生子，那这些其实都是好事，值得呢我们为他们祝贺祝福。那么还有就是 anniversary 就是比如说公司的这个创业这样子的周年庆，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献上我们的这个肯定和祝福。那么还有的话就是 business expansion， 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上下游厂商，当他们的这个企业或者是业务有很明显的这个扩展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也都可以祝福他们。好，所以以上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时机，可以让我们展现我们诚挚的心意，进一步的维系我们彼此的商业关系。好，那么再来就是当你在撰写这个商业书信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写这种道贺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呢特别注意几个项目，那注意这些项目可以帮助大家呢写好这些喜庆的道贺信函。那么第一个是 timing， 也就是时效性，当你得知好消息的时候，这个道贺信函应该要尽快的及时的寄出，如果过了太长一段时间，这样很有可能你的诚意就没有办法被感受到了。好，那么第二个呢是 concise， 当我们写这个道贺信函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太过冗长，简单明了，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来就是 reader oriented 就是我们站在这个读者的立场去做设想，我们在这个道贺信函当中不应该提到太多自己的一些功劳比如说这明明是对方的喜事或者是升迁，但是呢我们写了很多我们过去给他的恩惠，这样子的话你这封信就变得像是一封邀功的信函，而不是一封诚挚的道贺信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写信的时候要 reader oriented。 好，那么再来呢是 positive and polite， 当你在写信的时候，你的用语用词应该是要正面积极而且是有礼貌的，过度的恭维或者是一些不需要的赞美，可能呢对某些读者来讲会觉得你这封信呢可能过于虚伪，或者甚至呢有一点揶揄的这样子的意味，那如果被误会了，这样反而是达到了一种反效果。所以以上这几个重点呢是大家在写这个道贺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课文当中的一些范例书信，进一步的为大家做解说。我们现在先看第一封范例书信。我们要看的第一封是 Congratulating on promotion。 好，那么这是要恭贺升迁的一封书信，我们来看它怎么写。 Dear David,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promotion to Regional Sales Manager.I truly feel happy for your advancement. 好，这个是David 啊，亲爱的 David， 那么非常恭喜呢，这个你升迁为这个地区性的
这个 sales manager 就是业务经理啊，就是可能从一个比较小单位的那变成呢这个 regional， 就是他管区啊就扩大了。I truly feel happy for your advancement. Advancement 就是有上进啦、升迁这样的意思。那我真心的为你的这个升迁呢感到开心、感到喜悦。好，我们再往下看。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I've seen you devoting yourself to your work. I'm also pleased that we at ABC Textile have been back you up along the way. 好，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来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seen you devoting yourself to your work. 我呢，就是一直看着你呢，非常的将你自己呢投入在你的工作上。I'm also pleased that, 那么我也很开心呢的说呢 ,we at ABC Textile, 就是我们在这个 ABC 这个 Textile 这个公司呢这个纺织公司呢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呢支持你的 ,back you up, 就是支持你啊、哦、等于 back up, 等于是 support 的意思。那 along the way, 就是一路以来我们都在这儿呢支持你。好，那我们再往下看。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your new position, and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our partnership and raising it to even greater height. Sincerely yours, Paul Emerson. 好，那么这接下来呢，他就说，在你新的位置上啊 ，in your new positio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那这句话是很好的一个用法。I wish you all the best 就是呢，非常诚挚的。祝福你啊，就是祝福你一切顺利这样的意思。而且呢，我也会期待 ，I look forward to 后面呢，我们加上这个动词的 ing， 我也会呢，非常的期待呢，继续呢，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伙伴关系 ，continuing our partnership 就是继续持续我们的伙伴关系，而且甚至呢，可以把我们的伙伴关系呢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啊，就是继续做一个延展 ，raising。It's to even greater height,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好，那这样的话，这封信呢，就是呢，表达了祝贺之意。那么同时呢，也对未来呢，做了一点期待。好，以上就是第一封的这个范例书信。那么这是恭贺我们的工作伙伴得到了升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封的范例书信。Congratulating on an anniversary and appreciating for long-term partnership. 好，那么这封信呢，是要针对这个周年庆公司的创业周年庆呢，道贺恭贺，而且啊，那么同时呢，也这个感谢长期以来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封信的内容。Dear Kate.It's good to hear that your office is going to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your company. My colleagues and I wish you continued prosperity.好 ，Dear Kate， 亲爱的凯特啊，那么非常开心呢，听到你们的这个公司，你们的办公室。It's good to hear that your office is going to， is going to 就是即将啊，即将什么呢？即将庆祝呢你们创业的20周年庆。好，这个 celebrate 就是庆祝20周年庆呢，就是 20th anniversary。Of the founding of your company, founding 这边是建立、创立啊，就是你公司创立、创业的20周年庆。好，那么我的同事 ，my colleagues and I， 我的同事还有我呢，那么希望祝福你们呢，这个持续不断的这样的繁荣兴盛 ，continued prosperity， 就是希望呢你们公司可以持续不断的这样子的昌盛。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所以刚刚讲完第一段的这个恭贺啊，道贺的话之后，第二段进入另外一个主题。We also wish to thank you for your recent order and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your continued confidence in us. 好，那么在第二段，他就表达了另外一个意思啊，我们也希望啊，可以感谢你们。那么你们最近呢，给我们的这一张订单 ，Thank you for your recent order. 还有啊，我希望呢，也可以表达我的感谢之意。好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就是表示我的感谢之意呢，那为了什么事情表示感谢呢 ？For your continued confidence in us， 就是你们呢长期以来对我们呢这个持续不断的信心 ，confidence 信心。Kate,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work with you。好，这边呢他就把这个距离拉近了啊，就跟他说 ，Kate， 那么跟你一起合作呢，跟你一起工作呢，真的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 a pleasure, 那也可以讲是荣幸啊。And please be assured that we are well aware that there is plenty of competition out there. 而且啊，就是请您相信我们，就是我们真的知道 we are well aware that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察觉到，就是说呢，在外面啊 ，out there, there is plenty of competition. 有非常激烈的竞争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外面的竞争很多。那你们一直以来呢，都对我们很有信心，也给我们订单。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都感到很感谢。好，我们再往下看。I promise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work for you and your company every day to make certain that you continue to be happy with the choice you have made. 好，那么呢，我在这边呢，就是跟你保证，我们呢会持续的啊，每天的为您和您的这个公司呢来服务，来工作。Make certain， 那我们呢要使您确信啊，就是说呢，你会持续的啊对你的选择感到满意。Make certain that you continue to be happy with the choice you have made。那他的选择就是说选择和我们的公司来合作。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封信的写法其实是非常有技巧的。第一段呢，先道贺啊，那么这个创业二十周年很不容易。那么接下来呢，他就是很有礼貌的，那么针对这个长期的合作关系呢，表达感谢。那么再进一步的顺带呢，的表示呢，未来我们的合作啊，未来的服务也一样呢，是会非常好良好的。好，所以这样的书信其实是在维系商业关系上非常得意的。好，以上就是我们的范例文章，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进入会谈室。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来宾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国立政治大学英文系陈朝明陈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陈教授您好。李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就是我们知道陈教授呢，平常这个对于商务英文还有我们民间的一些商务英文的检定有非常深入的认识。那我们在节目的这个一开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陈教授为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大家在使用这个商务英文的这个地方呢，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是，我想商业书信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常常我们因为是直接的沟通跟表达，所以通常呢，第一句话通常会点出这个信的目的或是他表达的重点，比如说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nding an invitation card， 很高兴的你送我这个信，这个所邀请函哦。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来说的第一句话，通常或者最少到第二句话的时候，就会把所谓商业书信的这封信的重点把它表达出来。那这种不是谢谢你，或是说很抱歉，或是说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第二个话，我想商业书信因为它是大家都能很容易的上手，所以希望这是一个比较现成的句法，所以各位同学也不用担心说好我要抄人家的句法或是模仿人家的句法，其实商业书信它都是套用现有的句法，比如说请接受我的很所谓的诚挚的祝福 Please accept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 to 给任何一个人，是说你可以接受很多的一些祝福，或是说你抱歉你造成一些困扰，就是我们或者某些事情呢是 would be appreciated， 会对事情感到非常感谢或是赏识。第三个重点，我想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语义都会落在所谓的动词跟名词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invitation card 啦、wedding ceremony accept 啦、congratulations 啦、excuse 啦、apologies， 这些都是在名词或动词的使用文字上的使用上面。那第四个商业书信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数字的问题，包括所谓的金钱、时间或是地点的表达方式哦，比如说像几月几号啦，在哪个地方啊，然后时间地点怎么样，因为有时候是恭贺人家或是道歉啊或是邀请很重要。那最后一个是很多的商业书信的惯用语里面，比如说你要是我们在 这次的所谓恭贺信里面，他会说My good wishes and my prayers are there with them. 我的一些祝福跟我的祷告是跟他们在一起的。然后呢，或者说 Please accept my congratulations 或者 apologies， 请接受我的恭贺祝福或是我的道歉。那
接下去可能说 Thank you so much for 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一种惯用语的方式呢。我想很多的同学呢，如果你再看到这样书信或者看到别人寄信给你，是可以把那些常常使用的句子把它抄下来，那个对以后你在写同样书信的时候都把它套上去，你只要换一个你的情境上的名词，我想上书信就很容易就可以上手。好，谢谢陈教授的说明还有指导，那非常实用的建议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陈教授我们呢提供一篇这个范例文章，然后呢来加以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要讲次当中要注意的这个恭贺函应该要怎么写会比较好。这封恭贺函呢，其实它重点是在别人寄一封所谓的婚礼的邀请函给他，那他因为他没办法去，所以他告诉他要用他的诚挚的祝福说恭贺你们结婚了。所以第一句话的时候呢，他用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nding me an invitation card for your daughter's wedding ceremony on 18 January at Prince Hotel。 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他寄来的所谓的这种 Thank you so much for， 那加个动词的 ing 表示感谢他谢制作这件事情，这是非常典型的商业英文的写作方式。接下去呢，他就是恭贺他请接受 Please accept my heartiest， 我讲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这 heartiest 是用一个最高级的表示方式，表示非常诚恳的诚挚的一个 congratulation， 那后面 to 会加一个 you and all your family members， 在这个所谓的非常所谓的吉利吉祥的 auspicious occasions， 他用这个 auspicious occasion 就表示 so wedding ceremony。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各位同学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第一句话呢，我们刚刚说商业书信的第一句话有时候会说一些目的，那最晚所以第二句话会把目的说出来，所以这个地方说接受我的所谓的最诚恳的最诚挚的这个恭贺呢，这是第二句话，就把他的这封信的恭贺信呢把它写下来。那很抱歉的是说因为他要去巴黎，所以他没办法参加这个婚礼，所以他解释一下说很抱歉呢，我没办法参加婚礼，但是我答应呢 I promise I will come to your house to meet the newly wedded bride and the bridegroom， 说我会回来之后马上就来就拜访了，跟那个谁新的新郎啊新娘呢碰面。那所以说最后面一样的，我想在整个信件里面呢一样的最后的祝福，常常说有个最好的好，有一件事，不管是道歉或者恭贺，就是前面会恭贺一次，最后面快结束的时候也会再恭贺一次。这是在商业书信里面，不要说商业书要怎么结束呢？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是再恭贺一次。他说，我可能会寄一点小礼物 ，along with my blessing and this letter， I'm also sending a small gift。我寄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所以送给人家的所谓的 ceremony 的这种都是个 gift。那接下去就再恭贺一次 ，my good wishes and my prayers are there。With them， 说我的所谓的祝福呢，以及我的祷告呢，跟他们在一起。这个当这里的 them 指的是所谓的像新郎跟新娘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一开始感谢他们寄来的信件，第二个是所谓的谢谢他们用 accept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 to you and all your members。然后呢，接下去最后面再感谢一次，我想。一感谢再感谢，这是在商业书信里，或者在恭贺，在恭贺，这是在商业书信。前面道歉有时候会在一个道歉，这是商业书信里面常常出现的一种双重，一开始跟最后这样来结束，是非常典型的所谓的商业书信的道贺信的写法。好，谢谢陈教授的说明。在刚刚的范例当中，我们看到了道贺信要怎么样写才会写得很好。那么前面与后面这个重复的讯息的出现呢，也可以加深印象。然后这样子的一种惯例呢，是一般我们在写商业书信当中呢，大家都会用到的一种写作方式。谢谢陈教授。那我们在下一个讲次呢，我们会继续看这个慰问还有道歉信函的这个写法。那我们一样非常开心呢，我们也会请到陈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以及谢谢陈教授的参与还有指导。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